唉，各位又是小弟刘天赐同大家见面啦。咁今日呢我仍然呢係讲呢个节目科林嘅如是我闻。咁因为呢女王呢贵体有恙，咁所以呢就让咗呢个时间呢俾我讲，咁十分多谢佢。而呢我又非常之呢希望大家呢欣赏呢个节目。因为呢我讲呢个幻兽呢就有西方幻兽，又有呢中国幻兽，其他幻兽都有。咁幻兽呢样嘢呢我上次都讲过，并不是呢真正嘅野兽。佢系一种呢人类啊嘅幻想中的野兽，但样样野兽不幻想何解要幻想这一味呢这一样呢，那一定有它的原因的。那后面呢我们或者会讲到呢它原因呢何解有这种幻兽的想象。那今天呢会讲五种幻兽。五种幻兽里面呢有很多种呢大家呢都或者比较熟悉嘅。咁就算唔熟悉呢唔紧要，就最紧要呢就係、是、大家当为一种呢知识咁样呢去看待。咁自然呢就会有兴趣㗎啦。咁呢啲呢书本唔教㗎。书本唔教嘅知识呢係小弟最鍾意嘅。因为呢书本教的知识呢都是有限。但书本不教知识呢喔、哦、真的太多了。直情呢海洋咁大。学咗有咩用呢，啲家长会问，啲学生会问。冇用㗎喎。冇分数㗎喎。真的一啲课一啲分数都冇考。会考一定唔考。DSE 一定唔考。但你点解仲要学呢，我由小细路仔时僆仔到而家都系咧不断学紧一啲咧学校唔教嘅知识。乜点解要学一啲学校唔教知识呢，就因为咧对自己嗰个生活咧非常之感到兴趣。个问题就系咧呢啲唔系分数嘅，反而咧冇压力。时时呢去寻根究底呢，一搵出佢嗰、那个知识嘅来源，或者呢种知识嘅资料呢，就感觉到呢好开心。咁平时呢同人说话呢，我哋话叫谈话资料，亦有一种呢非常之呢丰富嘅内容。因为如果唔系咧，你交个朋友，无论你男朋友、女朋友都好，你会感觉到咧，同佢讲得两句啊，咁就乏味咯，味如嚼蜡咯，何解啊？好简单啫，大家都唔知讲乜，讲完天气，讲下体育，边场入冇咩波，再唔啱讲下边场马，冇咯，咁再咩讲啊？因为知识缺乏咧。人嗰个生活呢就会好孤独，好枯燥。嗱呢样嘢呢大家呢日常生活呢都感受到嘅。香港人呢要寻求刺激。点解呢，因为唔刺激佢呢佢个人呢就自然呆滞嘅。但如果你丰富知识嘅时候呢，丰富咗其他课外知识嘅时候呢，你个人呢自然呢就风趣、幽默、急才，仲有急才，兼而有之。点解你要有急才呢，因为呢每个人个脑海啊存咗嘅嘢多，随时嗰个脑海好似个电脑个 RAM 咁多嘢呢，一 call 就 call 出嚟。你冇料啊，个头啊草包，咁点有才呢，何况是急
更加咧冇啦。咁啊，唔系净系呢一味喎，呢一味幻兽啊，其他任何知识、文史、哲、社会、艺术呢啲都好有用，呢啲都应该咧多啲去接触，多啲去发掘，多啲去认识。咁你人生咧自然快乐丰富啊！呢、这个咧并唔系考试攞到分数高，只能够享受到呢种快乐嘅。嗱、这个、呢个咧听下老人言咧吓、啊，真系事实咧系好过瘾嘅。好啦，今日讲到呢、这个西方幻兽咧，我选咗五种。第一种咧系一种咧，我哋叫佢做。中文咧叫做蛇妖，点解叫蛇妖？中文冇啊，有中国嗰条蛇妖咪就白蛇精咯，白娘娘咯，啊，同埋个小青就喺西湖咧就遇到许仙咯。中国都有好多条蛇好出名嘅，譬如刘邦斩啊，都系一条白蛇起义，咁呢个都系咧一条。怪蛇嚟嘅，但而家我讲西方呢个蛇妖咧，佢系更加可怕。咁呢个蛇妖咧，我稍微形容一下俾大家听下。佢咧好多个画家咧，照住个想象中咧画出嚟。咁佢系一只鸡，有一个鸡嘅头，蛇嘅身。呢只鸡嘅头咧，一定系一只公鸡啊！但佢会唔会啼咧？会唔会报时咧？呢样嘢咧，我就冇查明啦。咁大家可以去查下。咁啊，蛇身一条好长嘅蛇身，咁有啲咧就画到佢系呢条蛇身比较短啲，但系居然有脚喎。是不是四脚蛇呢？咁可能又系都未顶。咁啊，鸡头蛇身呢个蛇妖呢，的确呢系怪兼夹恶，唔能够叫做趣怪嘅。咁亦有人呢叫佢做鸡身蛇尾怪。咁呢隻嘢呢，我哋如果你睇哈利波特呢呢本成人童话书咧，咁佢里边咧都有一只咁样样嘅怪蛇，但系佢咧就唔系用呢、这个鸡身蛇尾嘅造型而做出嚟，就是、一条大蛇嚟嘅啫。咁人咧系比较恐怕蛇嘅。但又鍾意蛇，蛇食得嘛，哈哈，西人唔食蛇㗎。咁但係呢唐人呢，但西人唔食蛇之中呢，认为蛇呢有治疗嘅作用喎。咁所以呢，如果你睇下呢医疗嗰个象征呢，嗰、那个 logo 呢，你会发现呢係一支棒呢，两条蛇呢缠住㗎。如果药剂呢，佢就系一支棒，两条蛇缠住之上咧，有个洗面盘啊，呢、这个咧就系、是、药剂呢个行业一个象征。嗱、啊，咁啊，佢因为蛇点解会系有象征咧？医疗咧就系、是、呢个埃及，你呢个希腊当时嘅一个咧传说嘅。咁啊，以人类嘅发现啊，原来蛇咧系靠蜕变啊。嗱，咩叫蜕变咧？就系佢咧长大咧系靠脱皮啊，一路脱皮咧，一路使个身体长大。佢旧嘅皮肤咧嘅皮嘅嗰啲 cell 咧系真系蛇鳞啊，嗰啲系不能够从此长大。咁所以咧，佢脱咗落嚟咧。有新嘅蛇皮蛇鳞咧出现，咁佢至可以一路长大。如果唔系咧，佢就永远都咁细粒啊嘛，咁细条啊嘛。好啦，咁呢个脱皮咧就人咧就联想到系一个重生。
其实咧系一种佢自然嘅变化，好似蝉咧，都要脱咧，所以叫蝉蜕咧，成只蝉脱出嚟噶噃。咁好多昆虫咧，螳螂啊咁样咧，都系全个壳脱甩嘅。听闻龙虾都系啊，哈哈，成个龙虾壳都要脱出嚟。好啦，又讲翻咧呢个蛇妖。咁啊，蛇妖咧，佢个最恐怖嘅地方咧，乃系佢只眼睛，唔系佢只眼睛，如何凶恶，而系咧，你会睇到咧，佢会睇到一啲嘢，而睇到嘅嘢咧，马上轰一声，如果有配音嘅，一定轰一声咯，就化成石头啊！哇，咁犀利！系呢、這个传说咧，神话传说就话佢有呢种法力，望一望嘅嘢咧就会化成石头噶啦。咁、嗯、呢、這个咧喺希腊神话里边咧都有根据嘅。当年咧有一个女妖 Medusa， 佢咧亦系有呢个能力。咁啊，呢个 Medusa 同嗰个蛇妖有乜关系呢？有一少少关系。Medusa 呢，佢头上嘅头发啊，唔系我哋嘅发嚟嘅，佢系一条条毒蛇，吓，全个头生满毒蛇，系啊，神话嚟噶嘛。咁啲毒蛇仲喺度飞舞，吐信即系咧，将佢嗰条开叉利咧，咁伸出嚟，咬唔咬人咧？相信都咬噶啦。咁啊，蛇妖咧，亦有呢个 Medusa 呢个咁样样嘅能力。一望嗰样嘢咧，嗰样嘢变成化蛇。咁喺《哈利波特》里边咧，应用咗呢个蛇妖变成将只视力啊，一望人而变成化石咧，就系、是成为故事嘅内容嘅一部分。好啦，蛇妖咧，通常咧嘅系出处咧就话有三种。刚才我哋讲咗一种咧，另外一种咧就金蛇妖咧，佢咧就只能要看到一个生物，啲生物就会中毒噶啦，唔系化蛇中毒。咁毒成点咧？我睇咧都毒过砒霜噶啦，啊人咧马上咧就瘫痪或者死亡。咁上古嘅人咧，样样嘢都见血都惊啊，何况咧有毒咧？咁尤其放毒咧，就唔系咁简单。噴落你个面嗰度，好似 VX 咁样，杀啦肥仔金个大佬咁样咁简单。而咧，佢系要噴出嚟嘅。咁啊，喺噴出嚟咧，里边都要有个动作。但系有咩动作快得过只眼嚟一嚟你，你就马上中毒咧？咁啊，呢样嘢增加个恐怖感咧，太大啦。第二种咧，呢一种蛇妖咧，系传说上话佢会喷火，唔系喷火女郎啊，系喷火。嗱喺西方嘅传说里边咧，龙咧嗱，佢哋嘅 dragon 同中国龙咧系两件嘢嚟噶，你要分清楚。一阵我哋讲到龙嘅时候咧，会详细讲。西方嘅传说嘅龙咧，系会喷火嘅，尤其系中世纪以后嘅龙，系撒旦嘅象征，呢个叫古龙，唔系我哋话必须加古龙嘅古时嘅龙。呢只龙咧，佢喺个鼻孔咧，同埋个口咧都可以喷出烈焰。咁啊，里啲火点样嚟咧？就大家神话
乌妄听之咯。咁总之佢喷龙喷火，咁喺迪士尼卡通啊，好多卡通里边咧画到一只妖怪咧，大奸头咧、大奸恶咧，都系会化身做龙嘅。咁啊龙咧，佢除咗两样嘢系犀利之外咧，个爪同埋个尾巴发力之外咧，最恶咧都系会喷火。啊喷火呢嗰种火咧。有中国妖兽嘅成分喎。中国呢啲火呢有分好多种。咁其中一种呢就叫三昧真火。哇，呢味嘢呢唔係讲笑。含一声埋嚟呢，神仙都企唔稳。神仙都俾佢烧着嘅。呢只龙呢喷嘅火呢亦系唔系凡间嘅火。因为呢好多时呢喺呢个中国或者西方嘅想象里面，天上嘅火或者地狱嘅火呢係比凡间而家我哋搵到嘅火呢更加厉害。我哋讲到火神啊或者偷火啊嘅时候呢，想偷个火落嚟嘅故事嘅时候，我哋再详细讲下呢个不同嘅火。总之呢隻龙呢就是这个龙啊，火喷火的龙，同埋呢只蛇咧，呢只蛇妖咧都是咧要喷火咁讲。咁啊，刚才我哋讲咗希腊神话里边嗰、那个蛇发女妖咧，阿米沙杜啦，咁啊，佢只眼睇嚟咧就唔系中毒，佢将你成个人变成嚿石头啊！嗱，变成一嚿石头咧，或者变成一堆盐堆咧，呢、这个喺咧西方嘅同埋耶教嘅神话里边咧，都经常出现。你记得咧，罗德咧呢、这个一个所谓异人啊，好好人，佢系天火焚城啊里边咧个。携同两个女儿，同埋携同佢个太太，咁啊得到咧天使嘅预告，咁啊走啦，逃亡啦。嗰晚喺天火焚城之际，电影都做过嘅。但系咧，佢太太咧，贪图当日喺城市中冇带走嘅一啲财产。可能珠宝啦，可能是黄金啦之类。于是乎呢，睇见后面熊熊星大火呢，就掉头望一望，哎呀，乜烧成咁啊，话口唔埋，熊一声就变成一支盐柱啦。咁系咪人会变成一条盐柱，系咪望望呢、这个天火焚城就受到个咁嘅惩罚呢？值唔值得咁嘅惩罚呢？这个呢神话故事呢大家斟酌下啦。但呢佢里面个意义呢就係留恋呢个俗世，贪婪俗世嘅美好，呢啲都係受到惩罚。咁我哋讲到喺呢个 Harry Potter 里面嘅蛇妖呢，我哋就呢套呢本书呢里面讲密室嘅一个 secret chamber 里面，喺费华德呢个巫术校里面嘅一个好神秘嘅室。一层壁嘅 chamber， 一个暗室里边，咁咧佢哋嘅大奸恶咧，这个就叫伏地魔。伏地魔咧就控制咗呢一条咧蛇，咁使佢咧喺霍格格华兹呢间学校里边咧就示恶。咁
呢、这个哈利波特同埋几个老友呢，同埋邓不力多教授呢嘅宠物，佢有隻宠物嘅叫做凤凰，呢隻火凤凰，呢、这个就同中国嘅凤凰有啲唔同，就同呢、这个呢条蛇妖呢就战斗。咁你呢隻火凤凰呢就啄咗蛇妖隻眼喎。哈嗱呢个呢后面都有根源㗎，都唔係话完全呢阿罗林乱作㗎。呢个呢係印度神话里面啊讲佢嘅大鹏金翅鸟。大鹏金翅鸟啊。哦呢隻印度嘅大象呢非常厉害。就专啄专杀。Naga 就是印度的蛇啦，它通常是有三个头、五个头、七个头，甚至九个头。一阵我哋讲到 High Tribe 嘅时候咧，佢都系有九个头，都系有好多个头嘅。啊，一阵我哋再讲。咁啊，救咗哈利波特嘅命。咁啊，杀嘴收尾咧就呢一种咧，雀咧，即系嗰只火凤咧，就杀死咗蛇妖。咁啊，呢种鸟咧，呢种雀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话公鸡同埋咧蛇啊合体。啊，点解公鸡同蛇合体咧？有个传说咧，又讲咩神话又讲咧，佢系鸡同埋蛇嘅混种。鸡同蛇嘅交配，咁啊公鸡或者母鸡同一条蛇，咁啊除咗蛇之外咧，亦有传说话同蝦毛、癞蝦毛嘅蝦毛咧会有关。癞蝦毛咧偷想食天鹅肉，啊不止，啊食埋呢个母鸡肉都未顶，呢、这个咧就系、是、另外一个传说啦。总之咧，这个、呢个咧蛇妖咧，因为鸡公鸡头蛇身嘅妖怪咧，就喺外国喺西洋嘅讲法里边咧，相当之流行，相当之多嘅。咁啊，如果大家睇过呢个《麦苏达》嘅神话咧，我睇咧拍者都会熟悉。咁咧值得睇嘅呢个希腊神话，尤其咧我哋写作界。如果写作嘅人冇睇过旧约圣经，冇睇过希腊神话，冇乜桥，冇乜人物可写，因为里面已经包含晒噶啦，咁所以读多啲书嘅，读多啲，尤其课外书。好，另一只咧妖咧，我哋想讲咧叫做。火赤翼啊，萨曼达呢只火赤翼咧，系一只个外形咧，就系、是、一只蜥蜴。蜥蜴咧，即系而家咧，去如果你东南亚咧旅行，尤其雨季咧，都吓死你，因为佢满墙都系。屋顶又系，都系蜥蜴，但呢啲都系小蜥蜴。喺世界上咧，亦有见过大蜥蜴，大到咧只牛咁大嘅，咁又系爬虫类嚟嘅。咁但系咧个样咧好丑怪，咁啲灰啲甲咧好坚硬，人咧见到佢咧。莫名其妙有一种心理上的错觉，就是咧佢会食人。其实咧蜥蜴系唔食肉嘅，唔使担心。但系咧你睇到咧大细蜥蜴都好咧，佢哋嗰条脷啊，嗰条舌咧都系同蛇一样系开叉嘅，吐信嘅。咁你话佢唔食肉又假嘅。小的蜥蜴呢就食蚊喎。
专系搵啲蚊啊，同埋小小昆虫都去嚼嘅。咁啊，但系佢冇乜冇毒素，唔使担心啊。咁啊，冇，因为佢毒蛇嘅毒素咧，并不喺条脷度，蛇嘅毒素咧喺牙度，喺牙嘅两条两边嘅犬齿里边咧有个牙囊，牙嘅里边有个囊。个狼咧就盛装住毒药，否则咧毒药都毒死埋自己咧。佢净系咬人嘅时候，咬动物、咬敌人嘅时候咧，佢就好似打针咁样咧，从嗰个毒狼度倾注啲毒液落对方，麻痹对方或者杀咗对方。啊，呢、这个咧就系、是、蛇妖之喷毒之一个说法嘅根据。嗱，嗰阵蛇妖喷毒咧，又不能不知咧，蛇咧都会喷毒嘅，唔系蛇咬到你至会中毒。喺印度咧，嗰只叫做饭铲头啊，呢只一盘起个蛇嘅姿势进攻姿势之后咧，佢亦会咧对住嗰、那个敌人。从嗰个毒囊里面咧，压力喷出毒液，射埋你嗰度。如果你只眼啊，或者鼻啊，或者口啊，呢黏膜性嘅地方咧，中咗咧，吓，怕者咧一样中毒嘅啫，唔系一定要咬入去你个血里面至中毒噶。呢、这个饭铲头，好啦，讲翻咧。火赤翼呢种咁样嘅兽，呢种幻兽咧都系幻啦。咁啊，佢嗰、那个特征咧就系佢喺火里边生存。吓、啊、喺火里边生存，岂不是俾火烧咗？又有神话啦，又有未必喎。点解咧？因为咧，所有动物或植物都好怕火嘅。嗱，我研究呢个僵尸啊、zombie 啊，甚至乎中国嘅怪精怪啊，或者西方嘅吸血鬼啊呢啲，你都会咧发现有个共同嘅特点。就佢哋好怕火，一见火咧就唔系容咧即烂即走，因为咧火咧就系一种焚烧嘅力量。邪恶嘅嘢咧见到火咧都走啊！呢个人咧系好早以前咧嘅一种咧知识。喺当我哋祖先咧喺呢个山洞中居住嘅时候咧，佢避入山洞咧就因为咧寒冷啦，另外咧就相当多野兽咧夜晚出没，闻到一阵味咧就埋嚟嚼咯，咁所以咧佢要匿埋入山窿，所以咧呢个洞穴人居住嘅人咧系相当多，喺而家揾翻嘅古迹里边咧。考古里面咧都揾到好多，咁但系喺里边咧，人咧就发现咗另外一样嘢，就是、生火。生火咧系取暖为先，因为外边比较寒冷。咁但系咧，生火取暖之外咧，原来佢仲发现咗咧，火能够保护佢哋。点解咧？其他嘅动物，即使系凶残嘅豺狼，或者咧猛兽、老虎、熊人，样样嘢咧都怕，恐怕火嘅，有佢嘅热力，有佢嘅光芒，都系令嗰啲野兽却步。咁后来咧，亦幻想到咧，原来。周边嘅所谓鬼鬼怪怪、妖妖精精嘅嗰啲咧，都系
惧怕嘅，呢个系一个联想，使到咧火咧系有佢嘅神圣地位，不但可以取暖，而且可以驱恶驱邪。后来咧，仲发现火可以烹饪，于是乎我哋嘅祖先人类咧喺食咗熟嘅肉之后，佢个容易消化同容易吸收咧，使到呢个人类嘅进化得到一个突破，即系话咧佢聪明咗，佢脑袋咧嘅容量，因为佢嘅身体健康同埋等等嘅自然环境嘅配合，引致到咧佢系容量大咗嘅。咁即系话咧，佢慢慢咧脱离动物呢、这个咁样嘅动物界，而成为咧万物之灵。呢、这个进化论所讲。咁啊，当然同咧创造论咧，即系话上帝或者其他嘅神咧创造人咧系有唔同。咁现代咧进化论同埋刚才我讲呢个创造论咧，两个论咧都同时咧会喺学校教细路仔。以前冇，以前阴公，以前咧喺美国打过好多次官司，就系咧不准讲进化论，只能够讲创造论。嗰阵时系政教合一嘅时候，咁我哋唔提嗰啲枝节咁多啦。咁火赤翼咧。仲系咧会系一种咧当年咧中世纪时候咧嘅一种咧神物嚟嘅，因为佢唔怕火嘛，佢仲要喺火里边生长，喺火里边咧至存在得。个理由咧人们咧都俾咗个理由佢嘅，就话咧原来呢种昆虫呢种幻兽咧，个身体嘅体温咧非常之低，咁所以咧，当其时咧咁低咧就啱啦，搵啲火咧庆翻佢咧就啱啱好，咁所以佢咧唔怕火咁讲。咁喺中世纪嘅时候咧，大家咧对西方历史稍微咧认识嘅咧，都知道咧。有一种叫炼金术，嗱炼金术咧，顾其名咧，用中文直译嘅顾其睇个名咧，就知道系如何炼金。嗰阵时有个理论，就话有啲巫师咧，佢系识得一种咧法术，系可以将啲低级嘅矿产，譬如系铜啊、石啊等等，将啲低级矿产咧。炼成高级的metal 矿产，高级的金属。这个高金属呢又以黄金为最贵重。这个呢不能拗的了。在世界各地呢都以黄金呢为一个最贵重的金属。这个是中人类呢的一种经验嚟嘅，点解咧？因为黄金咧系好难得到，金矿唔系咁容易咧开掘，唔同其他金属咧嘅金嘅开矿咁容易得到，个蕴含量咧唔系咁大。第二咧，黄金咧系唔生锈，咁奇咪铁生锈，黄金唔生锈。就算生锈都睇唔到，一抹就冇。啊，佢咧抗锈。第三咧，佢系一个咧可以伸延啊，伸延先就话佢猜得完就揿得扁嘅一种金属。只要咧用火咧稍微轻轻佢咧，佢咧可以变成好多种唔同嘅形状，亦可以咧伸延性咧可以拉条金丝。拉到好长，
盐断嘅。咁呢种种佢嘅特性咧，引致到人咧系好珍惜佢。觉得呢种咧系一种咧好贵重嘅金属，好难得嘅金属。于是乎咧，自古以来咧，黄金咧都系人类最珍重、珍视嘅一种咧财产嘅象征。咁啊，炼金术咧，喺西方咧能够兴起咧，就因为话唔需要开矿揾到黄金。喺边度可以揾做到黄金咧？啲术士咧可以从低级嘅金属，经过佢法术嘅提炼，引致到咧系变成黄金。哇，得了嘅！咁当然咧，我哋未讲到细节嘅时候咧，我哋唔讲详情咧。总之咧，我大约莫咧知道咁样样嘅一个传说同埋情况啦。咁啊，第二咧，仲有一样嘢咧，系推一路伸展出嚟嘅，就系话咧呢个系外在嘅一种咧宝物，内在咧个精神上咧，人咧可以透过术士嘅法术同埋修炼，可以成为咧长生不老。嗱呢个咧又系咧使到咧人类咧渴望到，真系个个人类都渴望到长生不老，唔死，保持青春。嗱呢个咧。咁啊，期望咧喺炼金术里边咧画咗一道，有传说咧系有人做过添。咁究竟系唔系咧？咁啊，姑妄言之就姑妄听之啦。咁啊，再睇睇咧，中国中外都有呢啲咁样样嘅传说。中国人咧亦系话咧道嗰啲道家亦系识。提炼一啲长生不老嘅药，食咗咧就唔会死咁讲。早于咧二千几年前咧，秦始皇咧已经咧系四围啊去揾呢啲咁样嘅长生不老药。传说又系讲到咧，派咗徐福带咗一群咧童男童女远渡蓬莱。即是现在的日本去找长生不老药，但是想清楚啊，秦始皇聪明一世，蠢钝一时，喂，找到徐生啊，不会回来的嘛，他都长生不老了，他给了你吃呢，这么忠心，不可能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卒之呢，就没有回头，就听闻呢，就传说所讲，就呢个徐福带住呢啲童男童女就登陆日本仙台啊，咁就变成咧日本而家嘅民族啦。咁讲，咁啊日本原来咧嘅民族咧就被逼咧走上山，哈尔族啊呢种咧就系佢原居民咁讲，但我哋不长谈啦。一长谈又好长嘅长篇大论嘅，一讲翻咧，火赤翼，火赤翼咧，同埋炼金术咧呢个关系咧就系话炼金术里边都可以炼出火赤翼出嚟，咁啊，中国嘅炼金术咧阴功，道家炼金术咧死好多人。食咗呢种咧炼金丹咧，死咗嘅人咧，仲要系皇帝、皇族。喺唐朝时候咧，好多皇帝都系食咗呢啲所谓长生不老药呢金丹咧，而拜拜。周其恩咧。因为咧呢种金丹咧嘅创造嘅原料咧
是红 Mercury， 而家叫水银。咁当年呢呢、这个水银都系一种贵重金属。出土之后呢啲人都觉得好奇怪，佢又唔系液体，又唔系固体。咁就系佢唔知道呢水银嘅呢种红呢系有毒㗎，而且极毒。食落个胃里面呢，人体吸收呢慢慢呢累积呢唔消化，佢就会变成伤害人命嘅毒，因而致死。唔止呢、这个炼丹里面呢，中国炼丹呢里面呢仲有一啲硫磺 sulfur， 呢种呢呢种就係我哋而家成日讲到一阵硫磺味啊，嗰啲嘅硫磺，唉，阴公食咗咧，嗰啲主上啊、妃嫔啊、皇后啊、公主、太子，唉，都唔知几多人咧，拜拜。呢个火赤翼咧，就西方传说咧，讲到呢度，好啦，咁我哋又讲另外一个。相当有趣的生物，这个生物呢叫做 Hydra，Hydra，H-Y-D-R-A， 我拍者呢好多这个做过生物实验的呢的中学同学呢，拍者呢都会见过，或者呢在书本或者这个视频上都见过。这种 Hydra 呢一路爬行的时候呢，它是用它的头和脚和尾呢支撑住成一个弓形弓箭弓箭的弓。咁然后呢一折下折下咁样向前。咁喺希腊嘅神话里面呢， Hydra 呢是另外一种呢异兽。一种幻兽，呢种幻兽咧，其实咧就应该叫做咧，勒拿九头蛇，佢系蛇身嚟嘅，但系咧佢有好多个头 ，Hydra 好多个头，传说中咧最大嗰个咧，最多嗰个咧，去到100个头添，但系亦有咧讲佢系一个头。这个 Hydra 一个身，但有九个头。这九个头呢，一阵我哋讲呢有佢嘅故事喺度嘅。嗱，除咗呢个西方希腊有呢个 Hydra 嘅九头蛇之外呢，喺东方亦有啊。嗱，喺边度见到呢？如果大家呢去呢、这个暹粒，即是柬埔寨的一个城市。那附近呢就有 Angkor Wat， 吴哥窟。吴哥窟里面呢就经常都见到东方的九头蛇。Naga 就是去印度的传来的一个原来的名字，一只蛇咁解。佢呢个蛇咧，通常都三头、五头，都系七头或者九头。佢系用咧呢个单数嘅嚟到去睇佢嘅头嘅。咁咧呢个咧，将来我讲到呢、这个吴哥窟嘅故事嘅时候咧，再详细咧讲呢个东方嘅九头嘅客东方的 Hydra 的故事，未迟，大家呢继续收睇呢个科林呢，自然就有㗎啦。咁呢个九头蛇有咩故事呢？咁大家呢唔知道有冇涉猎过呢，有一个呢人物 Hercules 大力士。在希腊神话里面呢有一个大力士，
生天生神嘅细细个 B B 出世已经咧好犀利噶啦，个力量好犀利。大个咗之后咧，成为一个咧无敌嘅大力士。咁咪佢有上天咧嘅一个恩赐，又要佢咧去消灭啲凶恶嘅野兽，其中一个咧就系、是、杀死呢个 Hitri， 杀死呢个九头蛇，呢个勒拿嘅九头蛇啊。咁首先问咗，点解叫勒拿咧？咁勒拿其实是一个湖嘅名，一个湖啊，湖泊嘅名。而咧呢只蛇咧，呢只怪兽咧系居住喺个湖泊里边，有啲似咧而家喺湖里边咧。突然间浮个头出嚟，话大家见到咧史前怪兽一样。咁诶 ，Hitri 咧就喺个水里边咧潜伏住咧，就抠啊喺湖中撑艇啊，搵食嘅渔民啊，甚至乎咧行过岸边嘅人咧，或者畜咧动物咧，佢都畜咪嚼咗嘅。咁所以咧危害甚大。咁啊 ，Hercules 咧就受到命令咧，就要杀呢个除害。咁啊，其中一个任务咧就系杀呢个妖魔。咁啊，佢掠佢嘅时候咧，发现有一个好奇怪嘅现象，就系、是、咧。原来呢个九头嘅 Hitri 咧系唔怕斩，咁通常嚟讲咧就用把利器斩咗个头落嚟咧，咁就算噶啦，咁啊死紧个，咁啊以呢个 Hitri 呢个大力士咧嘅武功咧，九个头咧好易啫，斩瓜切菜就一阵间就掠晒嘅。奈何呢，原来 Hitri 的头呢，呢头斩就呢头生翻出嚟，咁就麻烦啦。斩之不尽，你斩一个佢生一个，斩一个生一个，咁你虽然有个主头，斩到个主头都生出嚟喎，咁就点搞呢？咁消灭嘅方法呢，又系用返刚才呢我讲消灭妖怪嘅一种绝技啦，就用火一斩咧，就用个火烧咗佢个头。一烧咗个头咧，佢唔识长翻出嚟。于是乎咧，斩佢个 Hitri 嘅主头咧，跟住咧烧埋佢，跟住啲火咧辣落去条断嘅颈嗰度。于是乎逐个咁样歼灭咧，就将呢只 Hitri。卒之殺死。嗱，呢个传闻咧，都系讲到咧，有好神话嘅一种咧，意味嘅。但你要睇到咧，中间咧亦放置咗好多咧人类嘅征服怪兽啊，或者征服其他野兽啊嘅聪明智慧喺度。好多时咧，好多野兽咧。唔系斩咗个头咧，佢就会死亡。有阵时仲有啲力量咧，硬啊硬啊，死鸡都撑饭盖。咁但系咧，如果用烧咧呢种方法咧，啊真系佢冇理乎啊！一烧咧，佢就真系全部毁灭，灰飞烟灭。嗱，中国都系用呢个咁样嘅方法，啊烧咗佢啲妖。嗰啲妖啊、怪啊、精啊咁样，怕者都烧咗都冇符。啊，除咗一只，呢只咧，正话我哋话唔怕火嘅火赤翼之外咧，仲有一只火凤凰啊。印度呢只火凤凰咧，500年咧，佢自己会自焚嘅，轰一声烧着咗，化为灰烬。但系个灰烬里边咧，火凤凰咧重生。就变成另一只
火凤凰出嚟，佢嘅重生系要经过火嘅洗礼，系唔系经过钉十字架嘅？系要经过火嘅洗礼，佢重生翻嚟。咁所以咧，喺呢个电视台咧，曾经咧都拍过一套叫《火凤凰》。呢套咧，周润发主演嘅，佢寓意咧都系刚才我正话所讲，火里重生啊，喺困难里边，能够咧重生翻。咁拿勒九头蛇咧，仲有个传说嘅，话佢死咗之后咧。就同地獄犬啊，地獄犬咧就又係希臘嘅一個傳說咧，三頭犬嚟嘅，有三個頭，非常兇惡。佢咧係把守住咧地獄之門，真係咧地獄無門，你就闖進來啊！你唔使旨意，你搞掂呢只狗先，搞掂看門狗先。咁誒。呢只看门狗咧有佢弱点，喺《哈利波特》里边咧，你都写到佢嘅弱点，就原来咧佢有靓嘅音乐咧，佢听咗之后咧，哼，狗识听音乐，识噶，我用个狗知道，狗都识听音乐噶，呢个好柔和嘅，使到佢咧个情绪咧慢慢平复，冇咁躁。唔系躁郁症啦，冇嘅。咁然后咧，佢慢慢会睡啊，金睡啊，一瞓咗咧，你乜都得啦，任你搞啦。咁但系咧，传说里边咧，呢、这个死咗嘅九头蛇咧，都去埋嗰度帮手。咁你搞得一只都搞唔到第二只喎。好啦，另外一个传说咧，又讲到咧呢、这个。九头蛇死咗之后咧，杀佢嗰个咧历史啊，希腊神话里边嘅一个英雄嚟嘅，呢个 Hercules， 咁啊将个箭头咧就喂上咗呢个九头蛇胆嘅毒汁，系中人咧唔怕蛇胆，生食嘅啫。就咁拿条蛇出嚟咧，嗰、那个师傅就搵把刀片一割，咁就噗声搵酒高粱酒嘅辣酒啊，就送咗嗰只蛇胆入肚，照都唔使照，唔好照啊！听闻咧胆系好苦噶，如果你整烂佢咧，都要流出绿色嘅液体，一定要沟烈酒。多数系高粱一啖饮落去。咁但系咧，讲呢个九头勒拿九头蛇咧 ，Hydra 咧嘅蛇胆咧有毒嘅。咁呢把箭咧染咗毒液之后咧，就误伤咗咧另一个人头马呢、这个首领叫卡戎。咁啊，讲人头马时都讲过噶啦。卡戎咧，本来咧就已经系不死之身，唔死得，点杀都唔死得，缝一指噶啦。奈何咧中咗呢个毒咧，呢、这个九头蛇胆之毒，周身痛楚，痕痒，哎呀，顶唔顺。佢话我唔爱条命。我情愿死啦！啊，唔好搞到我咧，唔生唔死，我仲辛苦。于是乎，佢放弃咗咧，佢永生呢个恩赐，宁愿死。一死，天帝咧，即系希腊嘅宙斯咧，就传说中咧就将佢咧放咗上去宇宙嘅天空嗰度。就变成咧今日我哋睇到嘅人
马座啦。人马座嘅传说嘅由来呢，就系、是、因为黑熊中咗呢、这个九头蛇嘅毒，而呢自愿放弃永生而写嘅，而成嘅。咁人头马呢个黑熊呢，呢、这个死呢条气搞唔顺喎。咁呢佢呢就臨死呢即装一个弹弓，就我係报仇，使 Hercules 呢受同样嘅痛苦。神话话呢佢讲俾佢嗰个太太听，即係 Hercules 嘅太太听。佢嘅血呢其实呢就催生爱情。即係得到佢血呢，佢就会爱情好坚贞。咁你知道女人之家呢、这个人性呢，女人人性都係希望呢自己嘅丈夫呢对自己从一而终。唔係男人希望女人，女人都希望男人。哦，咁啊，啱晒啦！咁我都希望呢有呢个咁样嘅圣药啦，可以帮手啊。于是乎咧，佢咧就将佢所嘅衫涂上咗黑熊嘅血。嗱，大家都知道，正话话整个圈套证据佢啊嘛。啲血咧，其实咧系有毒嘅。当年咧呢、这个。Hercules 亦系有新欢，个老婆咧亦急于咧将佢搞翻回心转意，奈何咧中咗人头马黑熊嘅诡计，佢呢件新衫咧着起身咧，唉，咁啊无端白事就感染到里边嘅毒啦。黑熊嘅血咧，原来系毒嘅。咁啊，入咗肌肤之后咧，佢想扯翻落件衫咧，唉，已经黐到实啦，连皮连肉扯开都冇法子咧脱离，卒之咧中毒一命呜呼而死。咁啊，喺一本书《变形记》里边咧。都借用咗呢个咁嘅故事啊，咁啊，今日咧本来准备讲五个幻兽，第一小时里边咧原来唔够讲，我哋仲有咧两个幻兽咧留待下次，下次咧我哋希望咧都有两三个幻兽咧可以同人讲，同你大家讲，咁啊大家咧亦可以将你咧认识嘅幻兽，譬如咧你想。讲边只幻兽，或者你有认识嘅，都可以咧，嚟到大家参加讨论互动嘅。譬如咧，有啲人咧，嚟讲到话咧，有赤翼人啊，呢啲咁样嘅传说咧，都系几奇怪，几有趣味嘅。咁我哋咧，预祝女王咧早日康复咧。翻嚟咧呢个节目，咁等我讲埋呢个月咧，我睇五月咧，希望咧佢都可以同大家见面啦。咁一小时好快又过咗咯，祝大家咧生活愉快，喺呢个长假期里边咧享受你嘅余下，兼咧听下呢个节目咧，可能得到一啲课外嘅知识。同人呢傾起偈嘅時候有好多談話資料，多謝各位收睇，下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